高帅，胡子两角有疤的沧桑胡，抢破阵亡有说茶的沧桑胡，登上了只足鸡的故事来。我是演员，图片中胡歌疤痕也很明显，浓郁的沧桑胡今是我胡第四次登上鸡特封面，这不就是一个封面照吗？小编你有什么好扎姑的？这回还真是有扎姑的，并且对于胡歌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厉害。制作 GQ 可不是一般的杂志，它是男性杂志 GQ 的中文简体版。 GQ 产英国20年，产联英美法系德的多个国家的同类男性杂志销售冠军，并多次荣登欧美杂志年度最佳荣耀。而 GQ 制作作为 GQ 中文简体版，它含纳了当下中国活跃的绅士群体的主流生活态度，迎合了他们渴望享受卓越生活的愿望。胡歌能够四次登上杂志封面，足以见得他的价值地位。眼角的疤痕给了他特别的故事，眼神的坚定的魅力。这样一个充满胡茬味的胡歌，你还喜欢吗？